聽我哋今日嘅陣容就知講外星人啦，即係阿一哥好，喬寶寶好，因為你唔係香港出世啦，佢喺香港出世，我都唔係香港，你唔係香港出世㗎，我喺九龍出世。啊！玩嘢啦，唔好辣著阿寶哥啊！啲嘢唔係即係嗱，我哋要清楚，因為香港分為四個部分：香港、九龍、新界同離島。離島咁離島都仲分三個 portion， 即係南丫島。你識唔識嘅香港人？你識佢熟過離島？一個外國人、美國人啊嘛，你係咁嚟香港，我心諗點去揾到個窿路就入堂咧？九五年嚟香港嘅時候咧，咁我嗰陣時就啱啱開始學廣東話咧，咁我見到何國榮喺電視上邊，咁我就同自己講：咦，如果佢得，我都得，不過要先學廣東話啦。跟住到2001年，我做緊 IT 嘅時候，我嗰陣時有個廣告公司，咁啊好多公司啲同事咧就會去做 model 啦，咁啊佢哋就淨係識得啲臨時員公司，咁啊介紹呢啲俾我入去，正式。識咗何國榮，咁誒2003年拍緊《衛斯理》嘅時候就識咗佢，跟住佢嗰陣時已經同我講話，佢做到好悶啊，佢想走啦，佢想揾個接班人。咁你哋 take up 曬佢啲喎？但係嗰陣時第一次申請啦，嗰間公司有個卧底喺大隊入邊啊，咁啊就撤咗我個申請，跟住我要等兩年同嗰間公司抹曬關係。再申請先入到去做特約。哇！咁黑暗嘅，原來都你都會俾人搞，你一哥嚟喎。一哥，因為影響佢嘅生意。以前反而多嘅，即係如果你講洋人咧，都比較多。南亞裔就比較少啲嘅，即係始終我都係喺2005年嗰陣時參加呢個叮一叮先至做明星入到行。我嗰陣時啲同事幫我報名嘅，咁我諗住喂試下咯。即係我就諗住喂，曾經何時上一個中華民族最大嘅舞台俾啲子子孫孫睇？即係我冇諗住有 feedback 嘅，因為其實唱歌我都係勝在三樣嘢：嚴重甩嘴、甩 key、甩歌詞。我諗住喂，呢個節目啱曬我啦，打著我嗰飯啦，咪試下咯。即係我諗住唔好攞第咩得㗎啦。啊，點知哇，贏一集又一集咁啊！疑是者贏咗三集，一總決賽又贏埋，去到決賽攞全港第二。咁我覺得哇，係已經光宗耀祖。咁嗰陣時嗰啲 job 哇，排山倒海咁樣。我一個月人工仲多過處長。你啲處長都講幾十萬一個月啦。好啦，咁我想話當時啫，都仲未真係最高峰。咁所謂嘅多有幾多？一丁出咗嚟之後，咁佢覺得哇，好特別喎！即係一個南亞裔唱啲廣東歌嘅時候，咁好多出邊好多 job， 咁嗰陣時幾千嘅啫。咁加埋，但係我記得一日咧，我最多走七場。哇！咁就你諗下級數嗰啲 friend 係啊？如果幾千幾七，如果七三都21，一日都幾皮嘢，我當啦，一日幾皮。你當萬零蚊啦，萬零蚊啦。我咁喂。處長人工都係即係10萬8萬啫，我已經一個月咧揾10幾萬。嗰陣時我記得咧，我係做壓界組噶嘛，即係帶啲犯咧上庭啊，或者過去第二個 institution 咁樣。咁個佢哋話：哇，呢個咪啊嗰個喬寶寶，我要俾喬寶寶鎖。哇！喺坐監咁開心嘅原來，即係我哋鎖坐監都係明星體，就威水啦嘛。跟住啲長官就話：喂，即係佢哋都反映啦。佢話：喂，而家佢好似做咗新聞人物喎，啲反咧就即係都唔聽我哋話喎，將咁成日都話望住哇，今日俾個明星鎖啊，明星阿 Sir 鎖之如此類咁樣。咁慢慢我就即係做唔到壓界咗啦，即係。做啲文職嘅啲 job 就比較多啲，因為始終少啊，即係你話懲教嘅演員，即係會入娛樂圈，即係我萬中無一，好少。陳慧敏 sorry， 陳慧敏，陳慧敏係第一個。陳慧敏，佢做過懲教嘅警察，懲教好似係㗎。陳慧敏即係打星陳慧敏，係啊，真定假啊？有隻鷹嗰個雙鷹，佢係紀律部隊嚟，以前係六幾年。以前阿 Sir 咧係好多都公仔佬嚟。我以為陳恩健係第一個啊。唔係啊，陳恩健係警察的，敏叔係噶。警司，陳慧敏咧就係懲教嘅。哇！真係估都估唔到啊！估唔真係犀利。係咯。喂，咁人哋咁打得，你打唔打得？我 OK 噶，睇下邊度打啦。條友自己飛啊！你繼續嚟得㗎啦，你冇嘢。你睇到我點威點威，成個過程都係企高同踎低嘅。
你怨我硬啊嘛，你抹大髀我渣。哦，哇，真係真係天啊！你係咪印度錯下你？我諗我講個錯，你哋在座都未聽過。繼續嚟啊，喂！我哋係點解啊？扯高收視，簡毛寨粗口係點啊？講句嚟聽。